你说怎么你扫你不说啊，快去吧，你又挨揍啊，没事儿，被打成这样也不还手，你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吧。还能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反正没什么地方比这更差。你扫地了。这狗也喝了，活着干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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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懒，偷懒，活着干吗？算你走。来，唐老板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大叔，我想吃包子。哎，来来来，进来坐。来来，进来坐。
来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大叔，你看有人来干活。哎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刚从老师家里吃。好好好，以后再说。慢慢吃，哎，慢慢吃。哎，大家们啊，以后这个小伙子就在我们这里干活了啊！这个小伙子能干啥呢？小伙子干回家回家。大家别讲啊，别人靠自己双手劳动养活自己，这不行吗？李师傅。他就交给你了啊！好好，那就这个死了的扳手。好。错了，重新拿。进来什么？有心事啊？店里不是不让喝酒吗？你想他了？以前想，现在没那么想。我在养父家里生活了十几年，养父对我不是打，就是骂。后来听人说，世界这么大，我应该去寻找一个温暖而且快乐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想去找我的亲生母亲。不过我觉得在这里我也很温暖很快乐，我想留在这里。你在我们这里感到温暖，我很高兴。不过你人生的路还很长，你有更应该去的地方。大叔，你是不是要赶我走啊？不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你的母亲是个怎么样的人？走了，走车吗，小伙子？去哪儿啊？江城。哦，那真是顺路了。回家吗？找人。找人？找谁啊？我在江城也还算认识一些人，说不准可以帮帮你。找我妈妈。走散了。十几年了。我和我女儿也走散十几年了。那你有找过她吗？找啊，头两年都找疯了。
就差没把江城翻过来了。啊，你现在还有他消息吗？没呢。我时常在想，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苦，总是祈祷着他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能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比起找到他，我更希望他过得好。我更希望他过得好。小伙子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小伙子，喝点水。小伙子，你刚才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呢？我来找人的。你找谁呀、啊？我对这儿可熟了呢，我可以帮你问问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我刚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？那你爸妈肯定很着急啊。我妈会急着找我吗？傻孩子，妈妈当然会着急找你啊。回来了。今天画的，这是一个什么大苹果吗？不是，是一朵飞机汽车。哪里有飞机的翅膀呀？这样。哦，那汽车呢？这里还有龙，这还有青灯，有颜色的杯子。那这个呢？这些是我画的白云。哦。这些是小石头。阿友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什么事需要的，下次来找我们。